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大海。我昨天呢，在一个老大娘家收了一盒毛主席香樟，这个香樟呢，我已经给卖了，一会儿呢就送快递直接给邮走了。邮走之前呢，拍个视频留个纪念，因为像这种香樟是越收越少哈。但是这种香樟，这种盒子我是头一回见到。这块写了一个诗，但是它连笔字，我有点看不懂是啥哈。那大家知道吗？有能看懂的吗？这个应该是毛主席写的。这个盒子吧，所有的周边全都写上字儿了。这个盒子字儿多，你看，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。完了，这个是侧面，抓革命，这也是毛泽东写的。这边呢写的伟大的导师。虽然说我不是生在那个年代哈，但是我老看那个字儿啥的，时间长了我全部给背下来了。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统帅，伟大的舵手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看这题词，要斗思批修。这个盒里面吧，一共是四层，这是把这盒打开，这块写着"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"。这个里面呢，这个是第一层，这个是第二层，这个是第三层，这个是第四层。咱们看看这个像章后面都写啥字儿啊？有些时候吧，就是通过这个像章后面写的字儿，都能了解了解当时哪个单位，就是没改制以前，他们都叫啥名儿。当年就是生产这些像章呢，就是每个单位，还有每个居委会。一般的，他们全都做，全都给生产。先拿一个看看啊，翻过来，看这后面写的啥啊？这后面写的是庆祝张国什么？庆祝什么国19周年？这个字不认识。完了，下面写的是佳木斯木材厂，这个是佳木斯给木材厂给那个生产的章。这个写的是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。这个写的是中国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纪念，1969年1月1号。这个后面写的是，这底下压的写的是毛主席万寿无疆国防工业系统，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1968年北京。这个写的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，下面写的是毛主席登舰15周年纪念，1953年至1968年，4291，4291应该是一个编号哈。这个前面还有两个人儿。这个是毛主席万岁，下面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，就是上海的章。这个写的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，镇江专区革委会、革命委员会，1968年，这是镇江的，南方的章。这个写的是吉林省纪念毛主席大办民兵师发表10周年，68年9月29。这些像章呢都是60年代的，整体呢就是这个情况。我现在给它包出来，包的时候吧，因为怕把这个漆给碰坏了嘛，每一层里面都放一个气泡，放一层压一层，放一层压一层，到顶上的时候呢。然后得多放点，这样的吧，能把它给挤住了。我现在开始包上，把这个漆柱呢都已经压上了，一层放一个漆柱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放上，然后再一粘，给挤住它，然后它里面它就那个结实了。我现在给粘上，胶布呢都已经粘好了，但是我这个外面套了一个袋子，把这个胶布呢粘到袋子上了。
但是这个胶布吧，不能直接粘在盒子上，粘在盒子上一揭的话，这漆就全完了。那个年代的漆呢，全是矿物质的漆，它不像现在的漆都合成的。我现在外面再给它套一个带套一个漆柱，漆柱呢已经套完了，现在给它装在箱里，已经放在箱子里了，用泡沫全挤住了，现在给它包上。我家乡这个地方这个雪呀，要到五月份才能化光啊。我现在去快递，货已经送来了啊。这里面是象征。